是我有个兄弟还不错，改天约他出来跟你吃吃饭。你不要再乱舔鸳鸯谱，小心被讨厌哦。乱舔鸳鸯谱，三姐你们觉得三姐轻松一下啊，演演戏啦。 对，你这样现在不缺了哦。好，忘记你结婚了啦，把你当单身，我不缺22年了啦。不过说句实话，在华人社会，相亲其实也是通往婚姻的方法之一。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这里。对了，相亲成功，我是古代人，第一次恋爱，也就第一次进入婚姻，老天爷疼爱，一直到22年的今天，对，还可以。哎，掌声，掌声啊！我是觉得相亲不错啦，我相亲听起来会让人家怕。对啊，你看这边有数字哦，就是说你有相亲过的未婚上班族当中呢，像内地的大陆朋友们呢，是69%是愿意相亲，高达70%，台湾只有52%，那只有50%而已。有超过30%的台湾上班族认为相亲很别扭，然后有60%的上班族讨厌乱点鸳鸯谱。真的，老师你自己的经验是真的是一次就中吗？我是觉得相亲就是人家帮你筛选过适合你的条件，然后就会节省了比较那种到处乱闯，出赛直接进入总决赛。你这种就直接要打冠军赛的这种 level。我是运气好，可是后来我就很喜欢帮人家 set up 相亲嘛，很难成功，我发现，所以我觉得我是运气好。这个世代是很难瞧的，很难瞧哎。对啊，哎，有时候你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哎，今天就有好几个，你好热心帮他安排，就他还不领情哦。好好介绍一下，条件又那么好，报警贴我。这四个都各自占领不同男人的心。是，首先第一位一单身亲友都猛介绍的王思佳，因为我个人吃的菜比较特别一点，很多都不敢吃，然后喜欢吃的又比较少见，所以他就不用再替我操烦了。哦，不缺了，他摆明咯，不缺，对，不缺。下一位呢是认为单身也不错，可是姐妹她猛安排饭局的魏如。非常好，而且现在女生都很独立，所以单身有什么不好呢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过得很好。哦，下一位呢是了解两性、男生女生想什么的美魔女作家江映瑶。相亲呢，你有空就去吧，你搞不好会发现一间还不错的餐厅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要去相亲的话，就感觉自己的还在线上。就没有被市场淘汰嘛？我们这些剩女就是还在线上，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不会老，是美魔女、美魔男，所以我就办了一本杂志，叫做《妖精帮》。因为台湾话说，我们不想跟着日本人说美魔女、美魔男，台湾话说哦，你都不会老，你跟他摇家嘞哈。我们要去相亲的时候，就要让人家讲这句话，说哇，你几岁？这样都猜不出来，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如何变成妖精帮。所以你自己弄一个出版社，是，对对对对，就所以要赶快走过来。恭喜！妖精帮给自己一个婚礼。哇，这里面是图画集、图文集吗？它是一本杂志。哎，对，还是蛮前卫的。是男的嘞。它就是一本玩翻了的杂志，好玩极了，然后很开心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有一位也是妖精，最近也出书，他的书也是火辣的。他真的好漂亮，雕塑身材超美丽。来，我们来欢迎 Kimiko 老师。Hello。因为我觉得把身材练好，曲线练漂亮，不管是不是单身呐，永远都应接不暇，很重要。对，我要雕塑身材的。对，我终于累积了18年的学习，然后要推瘦美。哎，老师，这个他的身材啊，就这几年我们哎在因为节目常常认识，对，然后很多我们的孩子啊都是跟他一起学舞，年轻人呐，对，哎，随便看他侧面，你给人家看到一个那个导播给他一个简单的一个。就是要穿短裤，短裤就是要露臀部。哇塞！我绝对不会让金米克老师出现在我先生的10公尺范围，太危险了。
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为了啊，就是所有的女性同胞，因为如果说要对付红粉知己啊，先把自己的身材巩固好，所有的女生都远离你这样子。要练，今天这一本，对，会，而且这次就是因为知道大家现在都忙，所以我把这些动作呢特别去设计了，就是。所有的动作都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至少瘦到身上三个以上的部位，一个动作好，所以叫做肌瘦美，很适合我们上班族的美。对对对，没有时间的话，对，谢谢，欢迎你来，谢谢。那个妖精帮主的地位让给你了，可以让我加入吗？都是妖精等级，你们都是。四位都有相亲的经验吗？相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你不要讲那么明，就说哎，明天带你去相亲，你就觉得很有压力。如果是讲说哎，大家一起去吃个饭，朋友聚会，不要把相亲两个字说出来，就觉得还 OK， 对，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自然。哎，年轻人听到相亲有时候会怕哦。没有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两个字相亲，觉得好像就是。一翻两瞪眼，就感觉好像你跟这个人如果没有成，对对对，拿起来了，哇，反爆，哇塞，好，对，就会有那种感觉，就是讲相亲会觉得是不是要穿得很正式，然后大家都好像要看来看去的这样。男生会，男生如果听到相亲，绝对是穿西装，真的，就可能这样子很像，很正式，而且像现在这么热，哎。传统的相亲的概念，觉得说他可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约见面，但如果说我们介绍一些朋友，有可能会碰到玩咖，或者是没有真心想要有结局的，所以相亲又多了一个正式的感觉。老师，你那天穿什么衣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我记得啊，怎么样？我是心机女啊，精心打扮的。没有啦，那时候我是很穷的人嘛，大学刚毕业，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穿武则天的袍子。蛮简单，但是我的同事说晚上要帮我约这个很不错的男生。辣有没有？没有，不是那一款的啦。但是我印象很深刻，我赶快跑去开架式的化妆品店买一些腮红跟口红。我觉得简单的装扮还是要有，你不能说我就是。你那时候就会化妆了，还是化的不是很好？化不是很好。时尚就说请问是在歌仔戏的衣服化太浓了。不大会画画的歌仔戏啊！哎，你看我以前大学素颜也很可爱啊，真的，拍过照片，是啊，开什么玩笑？不管怎么样 ，MV 的，我觉得相机有个重点，既然你要到现场，你还是要 look best， 就是拿出你最好的自信，也是，当然就不要去啦，对不对？那师长穿什么？师长哦。他就穿一般的西装裤，然后短袖的白衬衫，就是一般的。有没有打领带？没有。那你当下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一见钟情啊！哇，真的是浪漫哦！简单的西装裤，对，哎，你这个是看人看内心的哦。对啊，喜欢，不要再问我了啦。你干嘛不好意思？害羞一下吗？哎，还有围炉也很多相机。围炉，你有相机过吗？有，最近慢慢开始，因为我会怕吗？还是会急？我其实还好，没有那么急，但是我身边的人反而替我觉得很急耶。家长也会吗？会，都会，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上一段的那个恋情为什么不继续下去，好好的就可以结婚就好啦，那你现在又搞成单身，那之后要交一个对象是不是有点困难什么，所以他们就有点开始急了。这边有相亲经验，会怕碰到什么样相亲的对象？对 Kitty， 我自己的话，我遇过那种宅宅族，因为他们那种相亲谁帮你安排的？朋友就是那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可是他们讨论的话题我真的招架不住，一开始就开始跟我讲那种。有讲外星人吗？没有，那是好频道的才会。他跟我讲说什么电玩，然后什么秘籍破功练功，我已经听不懂了，听不懂。我跟你生活是没有关系，对，我错了要死。然后好不容易下个话题，我上稍微哇终于换了，然后开始讨论电脑什么 CPU 主机什么，然后什么病毒，我完全听不懂了，我完全到最后整个就是落荒而逃，就说哎我还有事呢。如果他聊的是像浩平哥这种旅游啊，我们会兴奋，女生会觉得很有趣。对，刚跟你说他带你移民到外太空去，可以吗？慢慢，我妹妹玩了，所以他有无数次的相亲的经验。那我现在讲一个恐怖的相亲经验哦，那个男的也是就是长辈介绍的，一表人才，
又帅，年龄跟我先生差不多，工作又好，我觉得哇，这么好的人怎么会留到这个年纪呢？也30来岁了吧？可是那所以他们已经，我妹他们认识时，那时候我已经嫁了，补习班事业非常忙碌，所以他们已经约会了几次了，也是相亲过了，就觉得还不错。我跟我先生才以姐姐跟姐夫的身份请他们来吃饭，出事了。生米煮成不是，不是，你那是往那个方向想，是什么知道吗？在我们两队，就是我跟我先生，我妹妹跟那个男生 ，double day， 对，那个男的从头到尾一直跟我先生讲话，重点都放在我先生身上，他爱上了先生，这也没有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？ 这也不严重，因为也还好，因为他们可能年龄差不多。然后就是对方学历投缘，所以聊很多，有约性公园之类的吗？然后我们当下只觉得怪怪的，因为你应该是四个人互相聊天，对，他重点都一直看着我先生讲，然后最后是回到家以后，我就觉得怪怪，我没有第一个讲。那个疑惑，我在想会被我多疑，但我先生也没有第一个讲。我们两个回到家，实在我一边卸妆，我老公一边换衣服，两个人总觉得有一个东西一定要讲出来，这样。你老公应该蛮得意的吧？不是啦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成就感呢？这不是这样想，是你的妹妹万一错误怎么办？对，因为除此之外，万一你是错误的观察，也许坏了一个好机会。对，但是那个疑虑还是要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觉得说，露比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哪里有点怪怪？我说有，你觉得哪里怪？啊，你说哪里怪？我们一起说。说出来以后呢，后来我就说，我的观察是他的眼神看你不大一样，他看我老公像看了美女。你知道吗？就是眼睛是发亮，爱心吗？很水。一起讲，他要讲三个字，对。对。一二三，我爱他。崩溃。那就我崩溃。老公才是你爸被勾到了。那就我崩溃了。然后后来是怎样？后来我先生说，最后他们离开是我先生买单嘛，姐夫嘛，买单完呢。你知道男生握手用力握，男人跟男人握手就是用力握，他不是，他握一握。师丈把妹超高招，用心赢得美娇娘。以前师丈追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坏。我才刚到那个公司上班，第五天就认识他嘛，然后隔了一个周末以后，他就每天来公司每个部门到处去送礼啊，送点心什么，就让大家所有的知道，对，你是他，就是先下手为强，对，占地盘。他就进去补习班柜台坐在那，然后主任、教务谁都跟他很熟，让所有人知道说他是来追我的，就是在男人跟男人握手就是用力握，他不是，他握一握还捏捏他的，然后最后，然后我先心机的傻。握手就捏捏他，我心里已经觉得怪怪。然后两个人后来那个餐厅，我记得是那个什么海鲜楼，然后走下来，我们要叫车什么的嘛。那我们男生说，哎，拍拍你啊，怎么样？对，他说那个男的拍拍我老公的背，还这样摸下来。他帮你顺西装了，还顺西装，顺一个坐了会皱。我现在没跟我讲之前，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他看的那个炙热的眼神，那时候我就对，所以最后呢，他真的没有。后来我就把我妹抓来说，那时候我妹也熟龄了。如果你老公参加，你不要闹啦！我讲的是严肃的事，不是啊，我刚才迎合时事，差一点，我妹的终身幸福，差一点呢。然后他有对他有意思吗？哎，那时候我妹已经30岁了，那个男的已经36、7岁了，他们约会过很多次，没有肌肤之亲哎。没有牵手，没有亲过脸颊，那时候比较 you know what I mean， 他其实只是想找一个人传宗接代，我救了我妹的
因为我有朋友也是遇到这种事情，他就是跟那个男生，然后就是那种相亲结婚，然后生了两个小孩之后，有一天他发现他老公有外遇，然后一抓之下，他抓那个第三者是个男的。她老公就坦白的跟她讲说，我跟你结婚只是为了要给爸妈一个交代，现在都跟你小孩都生了，然后我要去追自己的幸福，就是她跟那个小男友都没有断过，然后就也是相亲结婚的这种，所以听到了很小心，你们以后是要去压抑你们的儿子这种事情，对，要就讲开了，一开始就讲，我觉得诚实让他去找他喜欢的，而且这样害到另外假装生小孩，然后再来痛苦这样，对，好可怜。对，深爱性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欺骗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相亲的几种状况。好，第一种状况是主管乱点鸳鸯谱，不适合也硬凑合。好讨厌，他又是你的顶头上司。有时候主管出面这样子，烦了。对啊，你就是那种烦的主管吗？对对，哎，这不去还不不行的。小郭，你有被约过？因为那时候我才20岁，那时候我在公家机位那个单位打工，然后那时候我主管的助理特助，他就已经单身很久。那时候因为他大我快三十岁，然后主管硬要把他跟我凑合，他说30岁，他说你看，凑个60岁，对，我就说都可以当我爸爸了。对，然后我主管就一直跟我推销说，这种男人你不嫁你要嫁谁？你看大你30岁又疼你，然后薪水又稳定，这种男人你不嫁你要嫁谁？他五十岁，对，都可以当我爸爸了，而且很认真，一定要跟我点鸳鸯。他是有事哪来的？没有，单身，没有结过婚，对。哇，那他为什么觉得你 OK？他只能觉得小妹妹啊，小妹妹会对爱情有憧憬啊，所以就硬要凑啊，太乱点了吧？对啊，你有安排员工这样做吗？我常常了，因为你老板的心情很希望员工是稳定的，只要未婚看笑话的心态吧。可是我不会弄这么离谱，我选的都是我觉得两个人很配的。在同一个工作职场，万一一开始好好，万一分开怎么办？尴尬。他会从南部调。哦，你说南部啊？好，跟北部南北在联姻吗？对对对，联姻就想说，哎，后面万一不见面也 OK， 他到南部分校，北部这样子。像我南部有一个很不错，我就很想把他调到台北。那我要干什么呢？我就帮他找一个台北的夫家不就好了？哦，老公住宿都省了，当游学了。游学，对对，游学。很不 OK 哦，我就遇到有一种很不 OK， 就是说那个老板觉得他有个客户看上他每个职员，他就帮他介绍，那就好了，你去了去吃个饭不会怎样，你知道那心态就会觉得说我为了要达成这个 case， 然后就叫那个他看上的那个职员去陪他去吃个饭，这样就不 OK 了，这样就利用态就不对了。对呀，像我们的工作如果遇到所谓的主管，然后他帮你介绍的人就一定是一些比较有年纪，然后就或者是比较长辈的，对，然后各方面都很稳定，对对对，然后那种他就会说啊，你就不要做这一行啦，你就嫁去他家怎么样怎么样的少奶奶啊，是嫁到好人家的。可是问题是你就会觉得拿人家的手软啊，对，就会觉得这样子他好像我一进去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大声，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大声的人，你会觉得很压抑你懂吗？就会觉得整个人会很不舒服，然后可是如果他们找你去你又不能不去，虽然你明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相亲局，他就会说哎，大家出来吃个饭，我要你一进去摆明了就是放两个男生在旁边，那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聊天啊，然后你又不能说人家不好，你哪里不喜欢，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很不错的人，对，所以当你又不能讲不好的时候，那他就说哎，那为什么不试试，就反而更尴尬。不过我们第一个是主管，对，因为主管跟上班这件事情是很有关联的，万一没弄好的话，那还是他超兄弟啊，好朋友的话，你给他打枪或拒绝他会知道的，对，所以主要他是有就是拥有那个权力的人，这很危险。好，第二个状况二是姐妹呼朋猛介绍，最多姐妹最多的一种啊，我跟你讲，姐妹有时候给搞，我跟你讲，姐妹她每次都会说哎，有一个跟你菜超像的，对的，真的，那是你的菜，一定是这种，你去那哪是菜啊，讲真的，那么好的菜，他自己就会吃，怎么可能留给我们？对，所以说，我看那个菜，我看你的菜，
一去还不能走，因为大家全部都在。然后吃饭一吃吃，然后他还会跟你使眼色，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超想拿东西砸，这样打打，还会在那边 A P P 说，哎，如何跟你好像很聊得来，像他们有聊得来啊，就会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那种朋友的朋友，大家是一群接着一群的，所以你就算跟他没有成功出来，还是会见到。而且他自己也会带他们的哥们啊，对，在那边瞎起哄啊。玩国王的游戏还硬要凑队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超尴尬的。但是我现在遇到是另外一个相反，就是 OK 女生真的是打算真的介绍一个好的菜给我，但是呢那次我们就大家去吃个饭，然后他就说哦有就是有几个从国外的朋友来啊，然后呢 A B C 的对 A B C， 然后但是他们已经要搬回来台湾，打算在台湾工作什么的，接家里工作什么的，然后就想说哦好像还不错，就想说哦先去交以交朋友的心态去试试看好了，然后就聊起来，就介绍那男生都聊起来什么都很好之类的，但是呢，后来结束之后，但是他也没有跟我联络，就是我朋友在旁边说，啊，你留电话，你留电话，你们留一下电话嘛。然后有留了电话，但是也就没有主动联络，然后我也不会想要主动去跟他联络，因为也没有这么熟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就会怕尴尬，所以就也不会自己女生主动。然后，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去KTV 的时候，然后就遇到他在电梯里面遇到他。然后，但是他那时候喝了有点点微醺，就对。然后他就一看到，哎嗨，好久不见什么的，然后就说，哎对，那你那个朋友呢？就是中间人就帮我介绍那个女生。他说你那个朋友呢？我就说，哦，他今天没有出来哦，怎么了吗？他说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很爱他。啊就是姐妹把她的剩菜留给你了，就是她不要的，因为这女生有男朋友了，所以她知道说哦，这女生已经追不到，可是她其实很喜欢他，然后但是呢，追你想要靠她近一点，对，就想要靠她近一点，所以想说哦，这个女生要约她出来，她就想说哦，不管你去哪里或是介绍任何人，就约出来，后来就觉得有点难过，想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对，受不了那氛围，想赶快下那个电梯，看到警铃。是哦，困扰跟他们都不一样，你知道？因为我的朋友、我的姐妹淘都觉得追求的也不同，他们都觉得就是好超讨厌的一点，就是不同的姐妹淘、不同的人介绍不同的人给我的时候，都讲同样一句话，就是说。哦，你不要看他，这剩下几个亿哦，他那个公司股票快上市了，不只是几个亿，就是说股票快上市了，永远都在钱上面打转，就是告诉我说这个人身价可是不得了，可能是他们觉得这样才能跟我匹配，可是我根本就听到说他身价多少我就反感，因为万一我跟他微笑一下，哎，会不会觉得他那么有钱我才跟他微笑？万一我跟他约会，会不会因为有钱我才跟他约会？我就超级一个反感，我就有点仇富这样子，我是要卖还是怎么样？就算对方再帅，如果提到这个，你会觉得哎，不是，因为你还是要可以相处，因为你不是说有没有钱，如果很有钱，那你不能跟他相处，那也是没有用。没错，因为当他这样子跟你讲他这些条件的时候，他已经贬低你是个嫌贫爱富的人。对，是呀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不管那个人人品怎么样，我就已经反感到。对啊，因为有没有钱，我们可以自己问啊。对。比较不失礼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东西我们功课我们可以自己做，对，你不用现在跟我们这样讲。要怎么样看得出来啊？如果有没有钱这件事情，早期大家就会说啊，你看他开什么车，可是其实车子什么都可以租，其实你看不出来。可是我觉得比较有一点品味跟有一点生活水准的男生，其实你可以鞋子跟手表，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可以穿得很轻松，可是他一定会有一个，对，他一定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。那也不准呢，不准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哎，对啊，故障这边挂两。地上挂两只的 A， 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，拿掉了。看起来好像不是有些 A， 200多家分校，你知道那种。是两袖清风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一个同学年纪会被挂五次，手榴弹、BB 扣都还老虎五次。老师说 sorry 啊，开玩笑。我说我一个同学啊，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，就交往一个男孩子，交往一年多，那男孩子骑一个小烂的那种
50cc 的小绵羊，然后他们在同一个公司同事认识，就整天小绵羊气来，然后我们同学也看到他，那男的也就是青年才俊，跟我的同学外貌很匹配，那我们觉得很不错。那我同学是律师啊，法律系毕业的律师，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再嫁好一点，比方说也是跟他一样的律师的学长或已经出道的。你看到小绵羊，这个是同年龄啊，然后呢就同年龄差个好像。我同学还比他大一点，这样同一届大几个月，就觉得这样。但是我同学就是真爱嘛，就真的爱他，所以就论及婚嫁。论及婚嫁以后，他就带这个女的去他家见他父母。这个信义计划区那附近的豪宅。一打开门，他骑着大绵羊。大绵羊，绵羊，绵羊，大羊哦。对，很有家教的富裕人家的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从小没有娇气，然后他孩子也父母不给他买轿车，你就是跟一般的上班族，你有多少薪水你就花多好的交通工具。他那时候28毕业，那你就是骑小绵羊。那我同学也显然不是贪财爱富，因为真的跟他在一起，富少奶奶，因为其实就是很有钱的人，他不会就是说好像他会一直跟你讲说，哎，我哎，真的有家教。对啊，有钱只有中间的那种暴发户了，对，就是有钱有一种妈宝啊，他拿不到那个钱，是他们家有钱，还有家庭还有钱，是他有一张卡可以用，而其他都拿不到钱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他有感，万一那张卡是黑卡，反正也不是他付的，那个是没有用的。很多地方的 VIP 卡，他也是黑的，对。状况是什么呢？同事怕你太孤单，连一句会样样来，多了也烦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有，就搭起工作的一些，比如说前辈们，他就是说，哎，我就那天就认识一个谁谁谁，然后就还不错，然后带他去吃饭。可是就是因为大家会一起工作嘛，所以你就不好意思拒绝他，因为有的。就是你录影就会碰到，然后所以就是空闲的时间，然后大家就会约去吃，可是你就知道那种就尴尬，是怕因为他的朋友同事会怕你孤单，怕你好像就一个人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他就会说，哎，这个男生其实还不错，然后就是怎么什么他可以去接送你上下班啊什么的，然后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去坐车什么的。可是你就会觉得，如果你跟这个男生到最后成了，当然。中间人也会很开心，可是万一如果不成的话，那你是不是会跟你的同事连朋友都很难做？他只是希望有人送你上下班，不要那么孤单。对，没想到交往以后才送，用牛车送。你在养一下牛，太远了吧？跟动物习惯呢。Kimiko 老师呢？你有没有碰过？因为你是舞蹈老师，对啊，你同事之间也是舞蹈挂的啊，会不会？哎，也没有啊，就是会。其实我们工作对象还蛮多元的，可是。哎，有一些企业主应该会看上你啊，会那种，对，刚好有机会有场合啊。但我其实会有朋友会比较多这样的状况，是因为其实我很比正常的上班族的时间还上班族，因为我就是每天自己都还要练舞，至少要好几堂，对，还要教课。可是你教错课了，应该教交际国标舞啊，才会遇到国的。不会啊，现在有些科技老板也是 hip hop。例如我有在练 breaking 啊，弄到骨折啊，同时老婆还抓到有小三啊，哇，晴天霹雳，因为其实还蛮常遇到，因为现在其实因为我还有在教肢体，然后肢体跟那个身材的雕塑那部分比较会遇到，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，因为可能我们的职业的关系，大家就会有一些预设立场，然后就会变得是说，哦，有框框在交往。对，没有就可能会醉翁之意不在酒那种吗？对，然后可能会比较害怕的是，譬如说可能他们安排的朋友，然后他们一见面的时候，因为我比较算幕后工作人员的身份，他们会很希望知道说我平常在教艺人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是真的。哦，好烦哦。对，我觉得就会很害怕。OK， 他们过。对，就是你的第一下，你就会觉得说很奇怪那个感觉。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比较可怕，是男生之间的义气也很，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
我有遇过比较特别的是朋友的介绍，然后其实因为也他可能也没有明讲，就是大家一群认识这样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里面就会有男生把你设定成某个男生的了，菜，对，就变成你们出去的时候，你好像只能被他载，对，或者是你们出去的时候，你只能跟他走在一起，从高中就有啊，对，抽钥匙的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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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载过阿雅吗？对啊。好笑，火星在感觉是他被那边弄坏了。再过我就以前就我说高中就会这样，男生就会这样。可是那有时候就很奇怪，因为你都还不认识，你也不了解那个人，可是别人出去的时候你就被划分在好像只能跟那个男生。你也不喜欢他。对，然后有时候男生也可能就会比较可爱，觉得他就会开始比较多。可能对你有一些约束或什么的，可是明明就是不熟不认识，那这样子你就会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感觉很奇怪，就是现在对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回事？哎，男生有时候会这样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男生占有欲，会用小细节开始这样。没有啊，就比如说你们一票男生，然后就比如说你喜欢其中一个，然后其他的兄弟就会帮你围，对，而且然后那种喜欢同一个，对，然后那种。他们可能就说：“哎，你的那个头上被盖一个尘，就是意思，头上被盖了，对，就很麻烦，也不顾虑那女生喜不喜欢或女生的感受，但是他们就觉得哦，你就是他的菜，对。男生有时候真的是这样，真的又坏，已经师丈追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坏。”超瞎相亲对象，私家差点甩头走人。你知道我曾经遇到一个超尴尬，进去一吃饭，怎么样？状况糟了，他就骂服务生。端那个汤给他，他就觉得那个汤不够烫。然后男生有的时候想装 man， 他就想要在我面前好好表现一下。他说：“你过来，为什么这汤是凉的？”然后讲完之后，然后还很得意的看我一眼，就觉得他帮我出气。他这种财大气粗，哎，大不了不干，既然汤冷了，是不是？你拿着，这样端着，就拿麦克。师丈追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坏，就是旁边怂恿。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他还追我的时候就是，我才刚到那个公司上班，第五天就认识他嘛。然后隔了一个周末以后，他就每天来公司每个部门到处去送礼啊，送点心什么，就让大家所有人知道，让大家你是他的，就是先下手为强，对，占地盘。上课，他一般人回家上课就说：“那我在对面等你哦，你就下课自己睡。”他不是，他就进去补习班柜台坐在那，然后主任、教务谁都跟他很熟，让所有人知道说他是来追我的，就是在高招，这简直是来撒尿的嘛！占地占眼啦，对，画地为王。去我的公司上班没几个月，就碰到我们公司旅游。那我是新进员工，我就跟着去啊，到垦丁。但是我现在还在追我，显然有点不放心。可他不是员工，你猜他怎么样？自开车啊，去打工。他从外岛游回来。便宜的那种比较便宜的饭店，那我先生也不好意思跟我们一起嘛，因为毕竟我跟他还不是男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在对面是凯撒，我还记得，哇，他就在凯撒住了一天，多盯人呢。对，然后这样用眼镜看，我们也跟着来玩，可是睡觉的时候他会分开来。然后第二天早上，员工就在餐厅吃饭，他就带我去那个凯撒去吃那种 buffet 早餐，因为我是穷苦人家，我这辈子第一次吃五星级饭店的那种早餐。对，我都快哭出来，因为我不相信早餐可以吃那么多东西，被宠爱的感觉。还要吃那欧式的，欧美，他们要酱瓜。哎，那个蛋里面打一点那个酱瓜，酸菜。刚刚说的给你钉牌子，对，所以让你也完全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你周围所有可能性的人都知道，哦，你现在已经离他有属。接下来，好，我们看第四种状况是什么呢？亲友获知你单身，左邻右舍就来相对方，不可
可能这边也有亲友，就是知道一知道你单身，我来处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种住社区的最麻烦，妈妈很爱串门子。住社区那种力量是的，不是啦，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那边对住客的行为这么有那个对，就是。你知道那种一票社区就会下午妈妈会在聊天，就开始说谁谁谁家的女儿最近怎么样，然后就呢就会有人说，哎，那个住那个31号8楼的那个不错，就他们都清楚谁家的事情要怎么样，然后那种就会说，哎，帮你女儿什么介绍什么。我有一天一回家，我妈竟然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对面好像住个不错，说对面哪里住个不错的，她说那天那个刘妈妈跟我讲的，然后说。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的儿子，然后国外刚回来什么的，然后什么前两天才到台湾，然后大家改天去吃饭，然后呢，那我就随口说，那还有谁要去？我想说你们不是帮我们约？他说哦，大家都去。我说大家是谁？他说我跟你爸爸，然后还有那个刘妈妈。妈妈先帮你看，这样，然后就觉得这种局谁想去？而且你要知道，就是这种。到时候去，你妈应该穿最辣吧？对，我觉得妈妈应该是去找第二。不然你应该是自己。而且你知道，这种就是。不然你妈妈穿最辣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这种亲友还帮你这样，你知道我曾经遇到一个超尴尬，就是他说啊，这男生很好很好，然后你去，然后就这两个人就单独，然后就去吃饭。因为男生约我好，就是好几次，然后想说不好意思，我就去了。一去之后。如果状况还 OK， 至少你还可以说大家再继续做个朋友。一进去一吃饭，怎么样？状况糟了，他就骂服务生。啊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服务生就端那个汤给他。那其实服务生只是负责送菜，煮汤的人是厨师嘛。他就觉得那个汤不够烫。然后男生有的时候想装 man， 他就想要在我面前好好表现一下。他说风格，你过来，为什么这汤是凉的？然后讲完之后，然后还很得意的看我一眼，就觉得他帮我出气，然后觉得这个汤凉，然后你就是反正他就说哦，你不要喝什么，然后我就当时想说，太失礼了，对啊，整个很不 OK， 然后那服务生应该没面子，就那个妹妹就吓到，就然后就一直跟他道歉，然后结果。就把汤就退了嘛，然后他还转身就跟我说：“你看看这种事情交给我就对。”我想说什么？我想说服务生要有幽默感，你知道？碰到这种财大气粗，哎，大不了不干。先汤冷了是吧？你拿着，这样端着，拿袋子。大家一定会知道你们那一晚去吃饭，然后正在吃饭的时候简讯就会来，现在状况如何？对，然后那你就要边回他，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说，哎，你在跟谁聊天？你就觉得那氛围就很尴尬。然后吃完了之后就说怎么样行不行？那我这人讲话就很直，然后我说不行，哎，他说为什么不行？我说因为他骂服务生，自己惹的对方，哎，他转身去跟那个男生讲，哎。不应该了，然后就什么？对，还在包厢内，没有，就是整个结束回到家之后，然后大家就会八卦嘛。哎，你今天饭吃的如何？怎么说？哦，就是还好。说怎么了？我说没有，就是觉得个性不合。你传简讯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群组那个男的。没有，好啦，我没有在群组。他在回应我，下次小心一点。群主聊天，因为你要知道亲友团的状况是这样，他跟你是朋友，他跟他也是朋友，所以这种东西一体两面。哎，不过刚刚讲到那么多啊，就是你要相亲，嗯，如果真的要的话，你自己要把自己弄得有卖相。我觉得既然去，就是要是自己最好的状况，对不对？那要 Kimiko 老师教我们。哇。速成的那种哦，就一个礼拜最快的，一看有没有那个两个小时前练完？对对，那种最立刻紧啊！对，那好棒哦。我要先跟观众讲一件事情，就是真的没有速成的哦，因为Kimiko 教您轻松瘦身，现场一片欢呼，每一天就不可以多10到15下就好了啊，这么少。多可以多女生听起来多开心！我要先跟观众讲一件
事情就是真的没有速成的，因为你有多快瘦，你就有多快复胖啊！而且你只要复胖超过两次，你这辈子就别想要漂亮。真的，我是讲真的，不是威胁大家。对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今天就教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然后就可以瘦到手臂、副乳，还有腋下这两块肉。隐形的内衣，就是我们是拿下来的时候啊，对，胸部还是在这里，不会掉下来。哦，而且每一天就不可以多10到15下就好。啊，这么少，还不能多做，好棒哦！你穿这种不可以多，女生听起来多开心。开心啊！专家说不可以多，有多少就多少。他的内心的那个天使讲，他说不可以多的。但是速度要很慢，所以先把两只手举起来，对，然后两只手之间的宽度不可以超过肩膀的宽度，手心向外打开，然后你要想象说把手伸出去，然后好的桃花就通通都拿来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深吸口气，注意哦，吐气的时候用力，然后手肘一定要伸直，其实这样腋下内缘就有点酸，对不对？好，吐气的时候用力的把你的手腕往下压。到平的位置，好像你是按在墙壁上，那怎么可能？对，其实压不太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你可以到的最远的角度就好了。有没有觉得，哎，手肘要伸直哦，然后你的手腕到肩膀啊，我说侧面要一样的高度，所以不可以耸肩。然后更棒的一点来了，如果你会耸肩，那就请坐在椅子上坐，还不用站着。对，然后可以顶住墙壁。然后会不会有感觉到？好，我们从一数到10就可以了，要大声的数出来哦。已经算了，已经了，已经7秒过去了，已经7秒了。好，我们再数3、2、1，然后放松。哦，好酸哦，特别好，有没有觉得整个开连线？就整个都开了。对，那开了。就是整个，对，就这样子有光对，它就有被拉长，就这样子啊。对，因为其实这样子，你的肌肉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女生练一点肌肉量啊，它有一个好处哦，就是会让你的新陈代谢再死灰复燃。哇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帮你练内缘深层的肌肉，对，线条。因为其实内缘深层肌肉真的平常练不到，练不到。哎，对，它好像比洛迪老师简单呢。洛迪老师，哇塞，哪一老师还是对。而且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好处哦，就是会让你的动作变优雅。因为我们一般平常都是外侧有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，就会很粗鲁啊，因为都会习惯外侧，然后这一块就越来越大。然后如果你这样子练这个内缘的动作的时候啊，你以后打招呼啊，你都是这样轻轻的，因为你习惯内侧就夹紧。对，你就会用内身体内侧。我以为你会变这样。哎呦，女生没有人这样，好不好？的时候一次就干掉了，而且我觉得我也要求，重点是在这一次这样子一天10到15次，对，一天少，而且还不能多，因为像大家我有遇到同学就说，那我可不可以很快？其实很快你反而会，因为我们要的是塑形，所以塑形一定要让它的速度变慢，而且已经有医学报告出来，慢力的塑形操其实才是相对有效，而且是安全的。其实我上次看 Kimmo 老师的节目，我就已经打牌的时候很注意我的姿势。打牌，你伸出去对不对？然后摸起来，然后往下压。那你自摸看光好吗？下一个看了吧，打牌超慢的，三元一拳打一个零场，很重要。像叶老师讲，因为现在好的运动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没错，因为你这样你每天才会想要做它。因为大家就是最讨厌的是你就是不想运动，对。18台，老师再复习一次，手两只手伸直，重点一，两只手之间的宽度不可以大于肩膀，然后肩膀如果有50肩的人可以抵在墙壁上，就躺在墙壁上做，对。然后吐气的时候呢，说给我，就把你的手，手肘一定要用力伸直哦。快来快来约我，快来快来约。真的每天都这样做，好，吸气的时候就放松，然后哎，手肘都不能弯哦，对。所以还可以请老公帮忙，就帮你把手这样架住就好了。没老公的话，或者是哎，找别人呐。谁呀？可是如果没老公的话，每天就是15下，很快桃花都来了。酸耶！酸耶！
所以准备好相亲之前，就是一定要把这弄好。快来，谢谢四位，谢谢。